哇靠 ！Hello， 来抱一个。也来抱抱女人，恭喜你跑过了。不想拿小金人，那你就别想哦，别想，别想变强。快点，我很酸，不要哎、欸，他不要哎、欸。戴元安 ，Hello，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伊恩在卖吗？不要算了，哼。要不要？他不跟我抱，对啊，就算了吧。克洛伊为什么不抱抱？手很酸呢、欸。你没开直播？不是啊，可是我手开开的啊。我被卖了。这样，小妞说不想跟他抱，这个意思吗？我看啊、哦，你们有没有在聊天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等一下哦，下啦，我在看 DC 群啊。好了，来。他卖你，他只有说你跑。好过私人生活啊！你要抱抱抱啦！不要，你进不了游戏，为什么？公主记得毕业斗篷，对啊，我介入你。好啦，等一下要跑定格，有没有人还没跑的？要跟我一起跑的啊？就是海洋披风啊，这个冰冰跟珊珊，我那时候把你们两个差点认错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多了一个木，一个少了一个木。你可以吗？你为什么贴那个脸？光遇炸了吗？我进不去哎、欸，没有炸，我很顺的进来。我刚直接进来，我现在 switch 这边都还没跑，克瑞还没跑，你们不是要跟小妞跑吗？克洛伊要拿金人，我去看医生。谁不讲话？你先去看医生啊！不急不急不急。冰人位置我还不知道，不是很熟啦。我可以跑，但是冰人可能会漏，感觉穿不到。你不可能穿得到啦。好啦，不要说不可能穿不到啊，你很难穿得到啦。炸了。嗯，看这个。
小兔子，谁叫我？不是我。啊！我变高干嘛？白痴！重开就好了。好哦，好哦，好哦。我现在很会飞峡谷那个仙族。你是说东跑西跑那个哦？大厅前面那个吗？飞行赛道前面的那个东西吗？声音的吧，对啊，就是不是有一个很像地球仪那里吗？是那里吗？城堡那个哦，那你很强哦。所以小妞要带几个人？带克洛伊跟西敏嘛。该没人了吧？我就自己跑咯，各位拜拜。啊，吃个馒头，再出发。准备，我看一下，我好吃下馒头。还吃不了，啊！馒头，好了，吃饱了，啊！你去过了，我陪跑的。你干嘛？你要陪谁？小妞的手还可以吗？对啊，还行不行啊？你要陪谁跑？我叫都可以，你是要陪谁跑？你跑完你是要陪谁跑？我们是有代沟。一连去牵别人吗？没有。等一下哦。不然，克洛伊来，然后陪你好不好？克洛伊来上班吗？安安再见，拜拜。哇，你怎么那么果断？好久不见。嗯，克洛伊不在啊。克洛伊下班了，那在干嘛？手交出来，女人，手交出来好吗？女人。那个谁，西敏牵克洛伊。嗯，点蜡烛啊，还是你先剪完了？主页区怎么载光遇啊？就搜寻光遇就下载啦。刚克瑞跑完了没？今天的啊，就算没有好了，我带你去捡蜡烛嘛。蜡烛没捡完。是跑了峡谷的哦。哎、欸，大鱼，你跑完了没？没来吧？下午出门，你不是说带那个去洗澡吗？
那9点要睡，科科，好，晚安。哎呦，动画跳出来，飞不起来。等我一下嘛，要多久？等下有人啊！水母自己来这边，自己来这边。啊，汤圆啊，不是水母，靠腰，汤圆。会不会来？现在麻烦了，现在人很多哦，我签不了那么多哦。飞，那可是如果万一等一下要遁地怎么办？我先自己跑，好。汤圆我没办法了哦，我手没办法牵了哦。但是光源是 K 四，我有说过我加好友的准则咯，没办法的话我就是没办法哦。有蹭车冲动，不要，拜托。哎、欸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睡啦。对嘛，就其实7天一次啊，下一次是20号。那我们去太空玩吧，跑图什么的，晚点再说。我们去太空玩。所以我才会说兔窝，你们就是每个都加一下吧，至少。你们 ID 后面有兔子的，你们可以一长串，一长串牵着牵也不会说走不够长。这里这里，点一下这个荧幕，点那个点荧幕哦。哭啊！这样。这边吃完饭回来了，那克洛伊，有吗？哦，这边好，这里，这里是办公室的彩蛋，就是办公室会有4篇，办公室感声有没有大？等一下哦，办公室会有4篇，欸，那我们大准备跟我讲。会有4天可以跑进来这边玩，哎、啊，这边手可以断掉，这边飞不会消耗翅膀，不是不会消耗翅膀，会一直补。你们可以自己飞，这边可以随意玩。
我那时候就忘记是13还是14号，我只记得是7天一次。办不到，那我帮你。那怎么出去回家吗？没有，前面有个先祖，个基地台有个先祖，我等一下找一下，我也很久没来了。嗨，好了，我们自己逛吧。我去找一下那先祖，这也可以拍照啦。就是，对啊，忘记了。三分钟后回来，好啊，你要乖一点呢。你刚刚已经其实有点洗板了，讲话一次讲完，那边洗板洗半天。哦，找到了，这里。这个是回家的地方，等一下回家来这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地球毁了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解过这个、欸，哎，啊，真的是回来了，白痴哦、喔！好啦，你们如果要回来的话，解先祖或是直接回狱境哦、喔。你们先慢慢玩啊，没关系，就先慢慢玩。怎么了？你谁？边缘人哦、喔，那谁啊？我们才刚上外太空，你就回来了？啊，谁知道我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这边是不是满了？你看吧，阿西敏跟克洛伊嘞，有听到吗？找不到克洛伊，你们要回家，我回家接你们。
在外太空，你们直接回预境啊，我回去接你们啊。你还在办公室，你要不要出来？我要回家了，这边好乱。臭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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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。找不到西敏，太好了！你们这两个现在的状况才是我最想要看到的。我好坏还好吧？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回来啦！你们两个会要直接从家里带你们呢、啊？2 4 4，很快哦，不然等一下这间又满了。不然我自己跑了哦，我在预境啊，啊你我就跟你讲，我啊不会自己连我、哦，德洛伊牵手，艾鱼牵手，你们可以跟试炼车吗？还没，试炼等边缘人吧。土试炼我有可以啦，火试炼我没办法啦。好，感谢。你弄错了，好，出发。阿林安安。目前也是土可以，对啊，土有什么难的啊？简单简单。那个在哪？等一下，还一个勒，就交给繁星了。好，我努力。一二，哦，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等等，怎么了？嗨，清晰，机敏掉了，我知道啊，我在那边等他。完了，真的不要特地挤过来，拜托，不要影响我跑图，我不想删好友。
能等西敏拿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白痴，我们四个人我也不用特别下来啊，在干嘛？啊，可以行行好吗？再跑图就不用特地真的再过来了。啊，闷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四个人不用盾了吼，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克洛伊，人嘞？好吧，你们在哪里？他没做到，我知道他没做到。西敏在楼上啦，哟，那个克洛伊传西敏，你看可不可以传？然后，等一下哦。你可以牵得到克洛，不，牵得到他吗？西敏靠近我。西敏外面几个人？西敏外面有几个人？有四个吗？西敏有听到我声音吗？西敏，听到请回答。最近好多光遇，什么意思？有四个，那你们开门进来。你先去高铁接朋友，好的。然后，那西敏牵我。吉米先牵我，吉米牵我，哦，好累哦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把克洛伊手断掉了？克洛伊，啊，有赶上吗？你们有赶上吗？你们有赶上吗？有哦。哦，我自己点不到，等一下哦。啊、你不知道贝贝？好麻烦，怎样？带人很麻烦吧？我、哦、等等要做哦，对呢。对呢，
我怕我没吃干净哎，都要做哦，不要不在哦，拜托，请都要做一下好吗？在上班在忙还是怎样的，都跟我讲一下哎，不然漏掉又要等你们。 原来繁星有玩光遇，哇！是不是每天都会看到这句话、啊？把这个当每日要不要？原来繁星有玩光遇啊，然后一杠一，一楼蜡烛，你说两人门的蜡烛哦，没有想要剪哎、欸。哦，对耶，靠，大蜡忘记剪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回来。艾玉怎么没提醒我？ 要置顶什么？不然你帮我打什么？你帮我打文字，然后置顶给我。<笑>不行啦，刚本来要剪，我以为你不要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刚说等人等一等等到很崩溃。刚刚因为在等人，再加上一直有人跑进来，我很难，场面很难控制，所以就气到忘记了。 提醒了我还没有跑图，对，要不要连这句话也置顶？看到繁星跑图提醒了我还没有跑图，句话。尤欢安。 怎么会有外挂？欸，你今天是不是有传我啊？结果我那时候。 我那时候在那个那个啥，我那时候串线，想说你会跟上来，结果没有等到你，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这里，原来可以这样飞，学到我是学别人的、啊。 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哎、欸，我玩光遇已经玩了快一年了哦。你们11点半要吃什么？为什么樱桃旁边会有叶子？内建的吗？很多时候开台都有讲，都有讲啊。就是哦，那就代表说哦，你都没来看台，然后说什么最近很忙。我说哇，我玩光遇玩了一年了呢。 哎、欸，我要去哪里？哦，这里。樱桃是新人吧？副机票哦哦哦哦哦。对呢，还没结机章。
我哪有肉的吗？这个是吃过的吧？吃过的。还有什么？嗯。啊，那个石头下面的有要吃吗？会去吃吗？你会去吃吗？就是这里吧，小辣牛肉面，小辣，这里对不对？ 你牺牲多大，为我失去朋友不讲，还放弃了所有梦想，都是为我的错，不够将心比心去想，让你慢慢慢慢失去了希望。啊！翻车翻车。 能不能够再给我机会，好好的爱你？我会珍惜的。你们两个同时打字，我觉得你这披风好好看。这个是那个彩虹，彩虹日的时候的东西。彩虹日是什么时候啊？ 是不是10月左右啊？9月、10月的时候吧。要做哦，两位。哦，6月哦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法式啊、披风，还有帽子。可是帽子是自毛帽，我就没有买了。女人，你的手自己牵好吗？ 我怕你会不见自己签好，看你在干嘛？西米你在干嘛？这边没火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好。哦，对，还有彩虹的那个头饰花。反正那时候很贵啦。哎，克洛伊，你串了。 回来，克洛伊，克洛伊小朋友，请回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如果去蹭别人的车，这边我就自己跑。你常驻哦，没办法啊，我要常驻兔子啊，兔子那么高追，关羽没有成就。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克洛伊，你来得及？你那个，你等一下我们上去的时候直接吃屋顶的蜡就好了。好了，克洛伊可以飞了。然后牵手来抱抱，不不，来，贝贝，来。队友是有成就系统吗？看自己有没有想要给自己一个成就啊。克洛伊，你在传一下就好了。这边只剩下最上面的蜡而已了，你等一下再飞过来。啊，对，你们光，我知道你应该想想小金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哎，小金，成就，这边是不是？这里吗？ 这边吗？下面一层哦，所以不是这一层哦。这里吗？这个？这个吗？我不知道，看不到。 完了，我们要被带上去了啊！下次再说了。好吧，那克洛伊来吧，牵手，我们去吃辣。
那一张，好，你就知道我多废了。我不要替他改摆跑图废人，女人去哪？把手交出来，女人。欸、他就是硬要签西名不签我、欸，好过分哦、喔！幻莫安安，幻莫老师，谁？对不起，你好，欢迎来到跑图废人的频道，我是废人，我是跑图啊，还是我是废人？没事啊，这个交给其他的人啊。我只负责跑啦，好吗？这边总有金了吧？就辛苦小妞欧弟他们了。按就按到了西敏，我觉得你是故意的，好吗？你这样子，我要移情别人跑去找黛玉了哦、喔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去玩图试炼吧。我可以带给你看哦，特洛伊，只有你可以看哦。嗨，等一下哦，彩虹，彩虹，这个，哎、欸，被挡住了，白痴，八七，等一下哦，欸，不是这个哦、喔，等一下、喔、我换一个。你换错了，好的，这个啦，这个彩虹的，不如白鸟白霄，哦，这个，这是彩虹的，然后这个是花，彩虹的花。你不跟我怎么带？哇！吵架，吵架，吵起来，吵起来！可是现在就是只想带兔子啊。怎么了？啊！你们云野跑过了吗？云野的大辣跑了吗？啊！等一下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走，走，他们没跑过试炼，有吧？对，我记得他们说有、欸，哎，签好，签好，刚刚的地图还有地方没有拿到，有啊，这两个人有跑，水也没跑，好，那等一下一起跑，一起跑，一起跑，我跑了，克洛伊没关系，为了克洛伊好不好？我们跑。我们为了克洛伊牺牲一下，为了好听声音的妹子。哇，佩佩，等一下还没。看不到。都是为我的错。我刚刚带他们去太空逛，几点关台哦？你希望我几点关？不用没关系，不行啊！哎、欸，那个蜡烛很多哎、欸，不行不去啦。现在最近大家都在跑那边。马同学要来吗？
我可以自己选科科，你再打科科，我就把你 ban 了科科。啊，同学，你要吗？要过去吗？要过去就牵手。啊，白痴，我们就去帮他开门就好了哦。哎、欸，来啊，走啊，去开门就好了。在想啥？人那么多，人那么多，去开门就好了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开门啦，开门啦。那白痴什么人那么多，都四个人了还遁地哦，笑死人！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过头了。是因为 Switch 这个手断掉，手断掉，手断掉，手断掉。好了，走，我们去。樱桃自己进去，樱桃自己进去。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克洛伊，你，克洛伊里面我们刚跑过了，这边刚拿过了，拿过了，拿过了，这拿过了。这个拿过了啦，就是刚刚蹲下去的地方。啊，樱桃你拿了没？啊，这个月你应该看得到门吧？你自己进去咯。拿什么？蜡烛啊！等一下，樱桃你今天跑完了没？你这边跑完了没？你先回答我。不要突然跑过来蹭车，这样子我很难带。我进格还没跑。啊，刚刚跑的时候你怎么不在？我要换地图了欸。我刚刚去吃饭，没看到。那我很抱歉哦。啊，你会不会跑？我看来每条路都一样，没事。你现在看到的东西，我八个月前都看的一模一样的画面。好啦，我们去新墨咯。那个樱桃，你晚点。啊、好啦，晚点再带你好了啦。那个我讲一下，不要跑到一半突然加进来，这样子你只能蹭接下来的路哦、喔、前面的路真的没办法带你哦、喔。干，怎么有人在我面啊？我弟打什么？有谁可以当我的陌生人？你去那个啦，你就去吃馒头的时候去坐一下位置就有了啦。抱歉，这是礼貌，我不是跟你们讲说在跑图的时候就不要特别过来，因为场面会很混乱，再加上可能我在带的人他可能串线了，然后因为你们挤进来之后造成他进不来，这很尴尬哦。之前都不知道这边有门，真的假的？太不小心了吧！算哦，有试过。馒头的桌子可以解任务啊，对啊，我之前一个人没有朋友的时候，我都去馒头那边蹭，那个海胆旁边不是海胆旁边有个很像废船的东，那个小零件那边也可以接任务。没有看人走过这边，因为大家都遁地啊，所以我很不爽啊。我那时候没学遁地，应该说我那时候遁地学了之后没有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
我想说这款游戏互动应该很高，又没有。我举着蜡烛，大家都从我旁边遁下去。哎、欸，在楼上对不对？大家之后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很难过。你们也太快海胆了吧？哦，他们快的嘞，先45分、55分就在那边等了。然后那个克洛伊这边可能会晕一下哦，啊，嗯。你好高欸，没事没事，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那么小的妹妹，好吗？小妹妹，你们都是，小鱼也是啊，年纪比我小。喂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木图齁。啊，等一下会，等一下手会断掉，各位啊。来回手会断掉，请等一下记得接上，谢谢。我记得呆鱼跟我提醒过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老丁有老咖，阿爸有阿妈，在这边吧，这边是不是断手？容易串哦，那没关系啊，等下串了再飞就好了。其实我刚刚就在海胆，只是看到蜡烛哦。佩佩啊，哎、欸，另外有佩佩，哎、欸，那个呆鱼的佩佩可以来咯，这会迷路吧？还行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了，左转，这里，你就注意看隔壁的那个马云。如果是直直的话，就是呆鱼，你想打什么？你说，这是什么？云朵朵有窝在圆梦村，转角仙子过了啦，那个哪个？我过了，我来了，还你来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等一下再飞一次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了，再飞一次。刚刚好像还有一个蜡，可是大蜡吗？小蜡就算了。哎、欸，真的过了耶，谢谢哦。那个佩佩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先跑水试炼哦。啊，手断光光，手断光光，哇！完蛋完蛋，串光光串光光。那个，那个克洛伊跟西敏，先回家，然后飞我。
有间歇性烛光，风道的断手问题依旧没解决。哎、欸，我妈，你妈妈回去变高、哦。等下跑水试验，你们变高吗？要吗？你们两位？有传送哦，你说回去哦，我前面可以哦，好啊。啊，怎么在这里？不是樱桃啊，不是跟你讲了哦，气死气死，我气死我气死。来，西明过来。樱桃也要，我不知道啊，他。就都突然出现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樱桃，我讲真的啦，有时候人家在跑图跑到一半，不用突然跑来出现或什么的，这样你就真的只能跟人家跑一半的车哦。成就算了吧，什么成就啊，恐怖哎、欸！他、啊、怎么又串了？串了！那个克洛伊，你在这边等我，好不好？在那边等我。有人带，有人给你糖果还是什么都不要，嗯，都不要收。我马上回来。要不要先去先祖那边等？你传不过去，佩佩娜。哦，我看一下这边几个人哦。一二三四，鲨鱼过不来哈，应该是满了啦。哎呀，你好。你跑到哪边了？过不去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好乱。你，我记得你说圣风对不对？我试炼解完了哦，好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哦，黛玉来了，我想说再不来的话，我们先传回去一次过来。来喽，请待会，先靠自己跑，因为。这个没办法牵着手跑，会有点是可以牵着手跑，但是死掉后要再重新牵，所以那个等一下克洛伊先尽量跑。然后因为牵着人的手会很难跳。克洛伊坐，请坐。然后风的试炼怎么办啊？风的试炼，我怕死哦。有瞬移比较方便，但很贵，就现在没办法、啊。我先坐下会卡卡的，没事没事，我会等你。风不知道怎么过，就耐心啊。
那个克洛伊就是想办法碰到那个碰到点起来的那个柱子。然后那个是记录点，对，水试炼就是这么机车。水试炼你碰到水就死了。以前腿长还有一些些优势，碰到不会死，可是现在还有，唉。请问是破完关卡还是没有？你我有点难解释，跟你解释这款游戏是干嘛的哎、欸。没事，我自己查，因为这游戏没有所谓的目的啊，它没有所谓的破关啊，它没有真正的主线剧情啊，我觉得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玩这款游戏玩得很开心，它如果有什么类似什么破关之后的话，看。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克洛伊还行吗？那这样硬要说的话，我好像玩第三天就破关了欸。我牵手带他好了啦。克洛伊，你要自己跑还是我牵着你带你跑？你竟然游过来了，呜！你先自己试试，好。通常都是水位往下的时候才跑啊，水位往上会死，懂吗？就是它朝下的时候再跑。然后这边要一次过到那个对面的平台。啊！你不要走那个，不要走凸起物，你走右边那个。啊、你来不及了，你来急了。要过来，要过来，要过来！虽然有延迟啊，但我还是很紧张。去，居然看到白霄 ，Hello， 你好。
我是在跟别人说，不是在跟繁星说的。待遇应该到了吧？对啊，跳不起来。你哪里？你跳右边，你要先跳右边。你的身高应该是不够高。你跳右边，往左边走。完蛋了，怎么了？我觉得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佩佩哦，佩佩你怎么了？那个克洛伊那边不行，你要直直，你要直直的过来，也不是直直啊，稍微绕一下。爬后台我没办法、啊，不行，不是那边，你不要想了，那边不可能，这里，这里，请来这边。然后等一下要直直的冲到那个哦，发亮的水要火那边。卡后台要算时间，大概卡个五六秒，不然可以跑捷径。没有啦，我没有想要游戏玩的太过累。其实那时候第一次跑完水之恋，我觉得水之恋蛮好玩的，但其他土风火之恋可以速通之后，就水之恋从此不再跑了，跑太久了。什么救星？讲什么？不是啊，我刚刚也可以牵你啊，啊，可是你又把手断掉。我觉得呆鱼应该是担心你在后面对我乱来啦，才跑回来看。克洛伊来，主播拜拜，先睡了，好，晚安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要跳到对面那边去。你现在看到这些点起来的火，都是原本路上它是埋下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些凸起物都是要去点的，懂吗？好吧，快到最后了，加油加油！有时间再看您直播，好的。拜拜，科科。最后了，先跳到那个斜斜的平台那边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已经坐下去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他们已经坐过祭坛了啦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。他们坐过祭坛了啦，白痴。啊！坐下去了。这时候就可以看真爱了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先做了，这几个人都已经先做过去了。克洛伊知道了吗？
这才是真正对你有爱的。你看清楚，西敏已经先跑掉了。试炼是用来干嘛的啊？拿大辣跟惊人，四个属性的试炼有四个惊人可以拿。然后水试炼有两个大辣，土试炼有两个大辣，风的话是几个？四个。火试炼是四个，可是现在风太难跑了，没办法用快速的方法跑。真的好难串到，不要，千万不要来串好吗？不然你串进来，没有人可以。又多了，万一我朋友串，我的干爹串掉的话，我没办法带他跑，我很困扰。抱歉，等你一下，没事，我愿意等。你再不行，其实可以牵西米，然后马上带你冲过来。要不要走水就好了。好的，克洛伊，你看到后面那些惊人有没有？你看他们都不等你，尤其是这个叫西米的，还说爱你都是假的。课到毕业要多少吗？苹果手机是大概4400，啊，安卓的话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苹果我没办法，我 Switch 那个买很奇怪，买不了，所以我就用贵的手续费买，一个区域八个啦。可以背速通，可是我断不了手啊！你有用过Switch断过手吗？然后来，克洛伊，我们往回走。克洛伊走。我们回去拿大辣。可以等我下班吗？我等啊。可以让对方断手，我们那天就试了啊，点不到啊。我那天跟谁试啊？那个谁？还是待遇？等一下我们去试试看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前提是我要跟克洛伊还有西敏他们解过那个，解到传送比较好，所以封的话就算了啦。封的话晚点看他们。他们有谁有耐心有空一起去跑 ？OK， 还是你想跟繁星？什么东西？我问利恩，他说他要带我过水池边看看，就这个啊，就只是刀，就是等等停等停等停，这里有啊。来，这更新很久了哎，我来这边拿很久了哎，同源安。然后那边有小辣，我看那个光子在跑的地方有小辣，你跟利恩吧，水试炼很简单啦。跑过风试炼真的是会哭到，因为风试炼地板太滑了，而且有风。你要跑水，我可以陪你跑啊。就是，反正你会看到我在下一个分档点等你。阿宇在上面给。给手繁星去牵其他人，再牵呆鱼的手。土试炼的快速道路找不到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哎靠呀，我走过头了。
好，我们坐出去。请问可以加加跑试练吗？你要来土试练吗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快点，趁现在我们在土试练，赶快来！红月老师，请过来。水试炼好玩的番茄啦，你看克洛都觉得好玩。红月老师请上线。红月老师请传我啊，等一下再传，不好意思。红月老师请传我。去哪个人土了啊，但是土啊。红月老师啊，来我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好好好好爽爽。对吧，想练练看带人，那有谁？你要带谁？他要领任务，我知道啊。要带谁？金敏、克洛伊来哦。慢了，过不去。好，很抱歉。带人跑跑，说牵着手跑。各位拜拜，再见世界，再见了世界。我是一只不会飞的鸟。喂，啊，摩卡。我如果摔下去，我就骂人了哦、喔，没点的，好险，我还在上面。我要谁点的？这样子。啊，我你谁？我不知道那边可以走，没有，我们昨天在练这个啊。那个红月，你牵得到我吗？你牵得到我的手吗？可以吗？没有，不用道歉，老师，我不知道是你，不好意思。老师，我不知道你会，你不要道歉，老师。哎哎啊，干干干！
红月牵我，听得到吗？我下来好了。来，老师，把手交出来。好的，他可能会跑失败，不要笑哦。像这样子，不要打字，不要打字，我会不好点。老师，不要打字了，不要打字，我不好点。你画面会挡到。今天下午偷偷练了一下下，完蛋！你真的会比较重哎、欸，那个等一下老师上去之后，你就靠你自己了，好吗？真的，我刚跳不起来。我跟你解锁到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们有瞬移啊，白痴哦、喔！老师，我们有瞬移啊，老师，老师，你是不是在耍我啊？老师，你是在搞？老师，对啊，克洛伊勒，欸，他串了，欸，等一下克洛伊，我再跑，我再带你跑一次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干，你是不是在笑我？老师，你怎么会笑我？我在跑图啊，你不是叫我带你跑吐司链吗？欸、老师，你先飞我啦！老师，你飞飞飞！呆鱼，呆鱼，我很抱歉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点佩佩啊？为什么你要飞我？你丢高哦！我想说，赶快出去。我去接克洛伊。你画面又变恐怖游戏了，你要不要拍照？被卡住了，为什么？你人在？你在找人口？面对墙好像真的比较好跳。哎、欸，他是拍照嘞、欸，你说这样子吗？骗我，骗我，要不要用 Switch 跑跑看？怎么跳？面对墙壁跳啊？欸、可是蒂恩，你之前不是带着我跑吗？牵着手跑不是吗？艾玉，佩佩叫你。
面对墙面不太贴，我知道啊，可是它就很贴啊，干嘛？那没办法、啊，你只带过西明，你不是没带过我吗？啊、靠腰是利恩哦，靠腰我看成边缘人，呜。哎、欸，那你要不要顺便带克洛伊？他在外面，你去带他好了啦。你去带他。你先带克洛伊啊，他现在一个人在外面。你们谁到了？你还没克洛伊好友，他在兔窝多久了？还没加？我会发疯哦！会发疯哦！那时候讲了什么？你们兔窝最好是每个人都有好友哦，不然牵手会不好牵哦。马上加，来打卡了 ，Hello。这个 Skip 去哪里 ？Skip 是什么？你可以不要中文英文混吗？我英文很烂。你说存档吗？还是什么？啊，老师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讲话 ABC？ 就是这样跳墙是去哪里吗？就算是速通吧，就走上面啊。啊，你昨天没有看我速通哦。繁星到了，好，老师飞我，老师你先飞我，就是我们昨天是在练那个，就是蹬墙嘛，直接走迷宫的最上面，直接走到这边来。老师有看到我在叫吗？老师，好，老师，那你就先坐回去吧，我去看想办法把他们带回来。好，老师拜拜，老师慢走，随行。老师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？来记录一下点，欸，你迷路了，你又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乱跑？去那边？欸，你跑那边，我没有办法救你哦、喔。欸，吉米就剩你了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在乱跑啊？为什么跑一跑，西米一个人落单？你是跟着谁跑？是不是呆鱼跟佩佩？你们后面跟着西鱼没注意，西米没注意到，没人牵我啊？你跟着谁跑？不是啊，那你怎么会跑到那边去？你跑去找克洛伊哦，克洛伊不在这哎，你醒了？哎、欸，你那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那边不知道会牵你，不要动哦。你看到路就跑，那你活该迷路。没有老师，有一个很会带的，
有个很会带的，那时候带我们这边的时候，两分钟就到这边了，不到。看一下哦，西米。完蛋，过不去哎、欸，李敏过不去。看一下哦，你为什么要乱跑？看到路就走，那你走回来原本的路嘞？没办法救你了哎、欸，你回去啦，你回去顺便跟克洛伊还有那个。那个利恩跑，你回家啦！你现在回家，我们现在离不开这边了。你回家，不要再跑了。点他牵手能顺上去吗？距离不够啊。你看，这时候就要说再贴一个东西了，要你牵好手，不要乱跑，听到没有？跑个图两个小时能结束的东西，因为你跑了四个小时，有两个小时都在找你。找到了吗？哇，佩佩你是神吧？哦，哇，哇哈，你是神吧？完蛋了，你们在一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呆鱼跟克洛伊交给我了。哇，佩佩，你对他也太好了吧！天哪、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呆鱼跟克洛伊我收下了哦。好啦，再来那个啊，克洛伊不在。我说再来就是克洛伊出去还任务了。啊，我出现了！来来来来来，那个边缘人出现了。边缘人，我们跑火的。我要让红月看一下你怎么跑火的。哎、欸，我们坐出去吧，我们坐出去。边缘人来，快点，带我跑火。泡芙安安，哦，不行，已经开一个半小时了，我怎么？觉得开好久了，原来跑图这么累啊！原来跑图是这么累人的事情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那等一下就是谁背谁，谁牵谁，决定一下。白鱼走。你要收别人，要不要多收我一个？好啊，好啊。Hello， 灿灿。反正多收一个不会怎样。哇、哦，好渣哦！我天啊！老师过来，快点！给你看，神经病在跑。你不是神经病啊？我试炼可以这样跑，看看这只鲤鱼王多会跑。我在哪里？九六，要海面吗？不用。你们可以跑跑看啊，
没时间。我跑试练跑了快一个小时了哎、欸。没有，没那么久啦，30分钟以上有了啦。我看一下哦。那等一下就是谁？我看一下哦。老师一定是签我嘛？那个老师，我点不到老师啊！老师动一下，点不到。来，佩佩背我。哇，你跟他解锁菲菲哦！还有谁？没菲菲怎么办？牵手就好了，牵手就好了。我们菲菲只是不想要队伍拖太长，牵手就行了。你们可不可以？你们不可以，我就要下来了哦。马同学有吗？哦、我下来。哦呦，好。为了试炼跟我姐了，天哪、啊！你还是跟她在一起好了，好不好？克洛伊给我。我手好痛哦，天哪、啊！这是什么渣男的发尾？你是不是失败了？哇，好丑，好丑！那老师解释一下哦，这边就是刚刚练土试练，土试练的那个进阶版。哎、欸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掉了？谁掉了？谁、欸？樱桃，樱桃跟马童学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不要乱离开。原始吧，不用吧，找他们啊。过去找就好了、啊。你这样死不是要重新背吗？你这样啊，我想一下哦，怎么办？老师牵我，老师牵我。也不是签啊，老师我背，诶、欸，老师我等一下，不是签啊，我讲错了，我背你，啊，老师刚刚都不算哦，现在才是开始哦。所以这边是哪边？老师，你看有没有很扯？
刚学的人的噩梦，跳失败就重来了，不是吗？还是怎样？那你还想叫我？你还想叫我练这个？你神经病哦！这时候把樱桃的手给断掉就好了哦，不是那个问题，算了，你怎么了？不然等一下玩点 DC， 我们用开语音的聊。马同学掉了没有啊？他还在。来，老师。第二次抱抱，不，贝贝，我是真的讲错啦，我没有想要干什么。等一下，你先不要，不是抱抱啦。豆子安安，老师有没有觉得我们之前都在干嘛？虽然我们之前那个比较轻松啦，这个比较进阶比较难。好了，我先回玉镜养老一下了。我的脑容量好像用的有点高，天哪！刚刚跑一下试炼，为什么本来没什么事，我突然脑袋好像爆炸啦！太快了吧？对啊，就是那天他就一直教主有解深渊任务吗？有啊，什么深渊？深渊记我已经毕业了、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哇，你们是要去哪里？不回玉镜吗？那我先走了哦，拜拜。多七分钟，还是你要带我去深渊记哪个地方玩？跑了七分钟，跑哪边跑七分钟？嗨，西明，我看大家都做了，我想说你们，我刚刚只是伸个懒腰，那个拿卫生纸擦一下眼睛，啊，怎么人都？一个一个爆炸了，这个利恩超快截图的，哇！利恩，你是不是有偷学？那再来风的话，就是风的话，就真的要手牵着手，或是要有耐心了。你要老实回答他。你好辣。你已领三了，还不够。再跑几天应该够吧，就是到礼拜飞，
试试看啊，你看要不要带他们啊？不要，你跟他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我不要面具呢，什么面具？没事啊，不要就不要啊，怎么了？啊，你换完这次复刻，下次还有复刻啊，然后下礼拜还有活动，你就看你够不够啊。没必要，要杯杯就好。哇，你们不要吵架啦，我不喜欢你们吵架好吗？嘴巴是用来亲的，不是用来吵的，懂吗？好，那个我大辣还没跑，金敏，边缘人问你要不要跑风试炼，你是不是该除了？你又没有钱，你除屁呀、啊？等一下啦，你怎么怂？边缘人在问你，不是我问你啦，西敏。边缘人问你，不是我。不了不了，下礼拜有活动。下礼拜没有吗？不是跑完了吗？风试炼有那个啊，四个蜡烛，看你要不要。陌生人也不到两分钟就好了，你要慢慢练啊。下礼拜海洋日啊，有海龟吧？是吗？你发现你直播有延迟哦，那广告害的吧？我想一下哦，好像也不用蹲欸。带鱼你要带还是我带？应该也不用遁地吧？还是遁地交给你了？我长高一下好了。都可以啊，那我先带。来，我背你。佩佩要吗？要的话，你说要先下来。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。但怎么队伍太长了吧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西米，你牵马同学。西米，你去牵马同学。风试炼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一般的地图，云月而已，云月而已。云野而已，看你要不要啦。你要的话，另外一边的人在跑，看你要不要去而已。我把西敏撞在外面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坏，我也可以带，就看他们要不要我。真的断了。快点，快点，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！你就看马同学跟樱桃要不要跟啊？你牵一下啦，我。不然樱桃马同学去跟边缘人啊，我这样活不好点。哎、欸，还是待于你跑啊！我背的话，还是我自己跑，没关系啊。因为我可以背，我可以背，我可以背老师。我可以背我们可爱的老师。等一下，老师来，我背你。这样就有多的手可以点蜡烛。老师，
你还醒着吗，老师？啊，佩佩点得到吗？佩佩。不是啦，哦哦，是这个意思哦，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没事，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你要跑，我看一下今天的大辣在哪哦，左边一个嘛，然后隐藏图一个嘛，哦，哪里啊？有车当然蹭，那我要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拉在哪。等等要放学了，没办法带，没事啦，这个跑完就差不多休息了。等我礼拜天，好啊。哎，怎么好像有点卡？等一下哦，木偶上线了。我看一下今天的辣哦，等我一下。云野，左边、右边，神庙终点。好。欸，可是我左边就不会烧干净了哦，我拿完大辣就跑了哦。升华不够，你有。你升华不够，等一下不要听克洛伊骗人，他升华不够。克洛伊今天的升华不够他，不够他，他明天的复刻。哎，我克洛伊记得我曾经说过什么？复刻大于有朋友大于地图先组好吗？讲真的啦，要不是他真的把那个改太贵的话，没有，为什么要走的？是因为这边容易断手。哎，这点过了吧？我点过了啊！老人痴呆，老人痴呆。讲真的啊，真的啦，不是阻止你去教别的男生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别的人好不好？那就讲真的。这游戏，你如果顺序错的话，你后面会后悔哦。啊，这个是攻略，你不是昨天看攻略看很晚？
欸，我其实不知道你这边红辣有没有带我吃欸，说红辣。曾经的我不懂你牺牲多大，为我失去朋友不讲，还抛弃了所有梦想，都是为我错。不要再转圈圈了，辛苦了。不是有封面吗？看来这边辣都没吃呢。看完光遇手机真的很烫，对啊，所以两小时就差不多极限了啊。而且如果是充着电玩的话，很危险欸。虽然我之前刚碰光遇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插着在挂着。但是很危险，云神更不行。好，他们也在玩云神啊。我说兔窝有几个，有时候看他们荧幕分享就在玩云神。好了，为了光宇已经换手机了。哎，我是想真的，如果当时没换手机玩这个游戏的话，我应该第二天就退坑了吧？还有当时有换耐操的手机。欸，这边我就不能盾了哦，请帮我开门，谢谢。这里面是光子吗？好，我先讲一下哦，这张地图我还不熟哦。表面的要开门的那些，要开门的那些我就不熟了。大鱼要不要换你？大鱼这边换你好不好？我努力学嘛，我努力学。啊？哦，对呢，要用背的哦。你不能牵其他人吗？还是？你不能牵马同学吗？还是怎样？吉米，你牵，你对对对对，让他手可以点蜡烛，你牵得到吗？里面一个光和一个常驻先祖，所以是，那一个里面才有蜡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先祖加那个鼻子蜡是吗？
空间的门有蜡烛，第一个惊人，第一个是惊人。二，所以啊，我那时候一个人自己跑图，完全不会来这边啊。原因就是因为这边跟圣岛不顺路，这边跟圣岛不顺路啊，所以就没有来这边了啦。没办法，因为当时没在跑图的时候，怎么说？跑图如果是两三个小时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两三个小时如果都专心跑图的话，就说有人带着跑，然后我就把这两三个小时拿来剪片啊。他都跑完了，我还没剪完欸。我原本预计是想说，今天一开台跑那个镜格嘛，然后跑完之后再来跑这边，应该就结束了。因为我是跟他们说，反正他们下午就有问说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感觉被绑架了。原本下午他们问我说，教主要跑吗？我说，留在开台吧，不然每次开台不知道干嘛的时候，就是要开光遇嘛。但是光遇东西都跑完了之后，我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。懂吗？就是已经不知道开什么了，所以开光遇。但是图都跑完了，我开光遇是要干嘛？这感觉啦。耶嘿！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放我下来吗？我点啊、哦，点到了，点到。欸、这是佩佩欸，我是跟谁？哦，对，是佩佩。佩佩，可以放我下来吗？谢谢佩佩。你可以喷全盒面包，对啊，我已经吃完了啊。今天就是，今天就是三点到的时候去吃那个。吃海胆馒头啊，然后五点的时候也吃海胆馒头啊，然后剩下就是留在开台，好好烂，好丢脸，天哪！那你会不会以后开台都不跟我跑了？那我就跟西敏跑，而西敏带我，压力更大。我是说，先吃够十几根再跑。有啊，我有啊。你带更丢人。那因为但
是你丢脸啊，你看我带不是也很丢脸吗？峡谷跑了没？峡谷没跑欸。老师，不是，是火会很小，眼睛会很痛。哦，哦，懂你意思了。对啦，是没错啦。那时候在跑雨林的时候，火已经没有了，有哪边有火看不太到。感谢你的建议。你们双胞胎哦，长那么像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制服吧，就是学生时代的制服。然后这叫什么？这是情侣那个情侣衣。我试验快速通关。2022最新通关路线，你说 Oreo 哦，看烂了，我，你觉得当时我找不到八个人吗？当时还因为超过八个人。我在想说下次换那个带谁谁谁看，我说没关系啊，要缺可以找我，你们优先，你们要看的优先去看，所以我总共看了两次狗，那现在回来玩的时候，上次又带了他们看一只狗，然后那只狗狗的原色真的是变得怪怪的。平安到家，好的。我问他是兔子，他是狗，他是狗。Oreo 是狗，怎么骂人哦？好哎、欸，谢谢呆鱼。你还跟他一起爬？你是说用猫头那个啊，躲猫猫那个吗？好了，好了，红月老师，我们跑完了。耶，谢谢，谢谢你现在知道我想下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你从来没看过，你兔窝揪一揪也有好不好？你揪个有谁要看狗狗剪辑剪辑就好了啊，懂吗？我关台后也可以帮你找啊，有人要看狗的吗？
和狗狗佳佳。那老师，你要不要去随便吃个峡谷啦？好啦，呆鱼，我们去吃峡谷的啦。我是说随便吃哦，没有想好很认真吃哦。那老师可以吗？没有想要太认真吃。吉敏千呆鱼，还是你现在不跟克洛伊跑图了呢？然后哎，佩佩跑了，佩佩掉了，佩佩串了，笑死笑死佩佩。然后不管怎么凑，只有六人，不会啦。现在可以传进地图，很好揪。嗨，边缘人。嗯，来找我，我看到了。Oreo 吗？我来带人了。Jimmy 过去，还是樱桃？你是来带谁 ？Jimmy 还是樱桃？跑峡谷，你要跑？你要带谁？我没有跑峡谷啦，我要随便跑，然后关台啦。要我干嘛？我刚是你刚刚不是问我峡谷跑了吗？我说我没有要跑啊，对啊。没有啦，你不然去陪克洛伊啦。哎、欸，那等一下，你们这群。让那个边缘人带去那个峡谷。哎，还有克洛伊啊！哎，干嘛？去啦！给边缘人带啊，他跑峡谷。我真的是随便跑而已，我没有跑完，我只要吃几个蜡烛而已，真的啦。那我要走喽，你不要后悔哦。你来，你还牵着我，放开。放开西敏，把手放开。我天哪、啊！满了啦，西敏哦、喔，西敏手放开，西敏手放开，我要进地图了哦、喔，要被挡在外面了哦、喔。哇记得交任务好。来蹭图。没有啦，我就真的只是吃两个大辣，我就要回去，我就要休息。不可以不用，又撞门了，他就故意的啊！我就是这么坏，没有啦，就是你前面尽量能吃辣就尽量吃辣啦。啊，我只是偷懒一点，只是要吃大的辣而已。因为我现在其实有点晕，感觉我应该是中暑，应该是中暑了吧？一定是中暑吧？走吧，约会，我等一下就过去了。
等下就在路上了，好吗？哎、欸，灰了，你看吧，灰了，这样就够了。鲨鱼，我们灰了。所以我就是在算嘛，我刚刚在想说。这两个蜡拿完应该就差不多灰了，所以我才会说我没有跑，没有跑峡谷。老师给你看我前天刚学的哦。老师，你看，这个是我们兔窝欧弟教我的啊。原来这里可以穿模，对啊，就是，就其实可以。哎、欸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就战斗位置。来，老师。老师，老师你自己传我好了，老师。这边直接去风之大道拿大蜡。哪里？不是啊。要去拿什么大蜡？你是说那个吗？你是说那个在星墨旁边的那个大蜡吗？好了，我是直接从上面过去那个洞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上面了，是可以不用跑撑到那么干。我知道啊，就只是加点去拿一下拿一下而已。清末的我们已经吃完了、啊、哦，你应该没看到啦，没事，我已经都已经灰成这样子了。好啦，回家啦，关台关台。几样跟青椒，嗨，两位，这两个就是那个喜羊羊跟春娇。好了，休息咯，休息咯。风道不是进去星末，不是啊，风道星末旁边的那个啊，星末的风道前面的那一个大蜡已经拿了。吉安害羞硬要我上来，是指那个吗？应该就是那个大蜡吧。啊、哦，好啦，先这样子。OK OK， 没看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是下午拿的。哎、欸，不不，那是开台的时候拿的。好啦，蛋饼也来了。好啦，这样咯，感谢各位。真的头有点晕，不是口气不好啦，是也没有不开心啦，只是头现在好痛哦、喔。快休息吧，好啦，那回家咯，回家咯，回家咯。回家。我要先还了，对，我要关台了。我要先去还任务，不然又忘记了。
谢谢呆鱼提醒。哇，那表示你真的都没有跑图哎。那今天，今天其实我吃馒头、吃海胆都是都跟他绑定。我想说他应该已经灰很久了，那突然我一灰的瞬间，他也说他灰了。好啦，就这样咯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